今天来介绍 Eileen 的 Lucky Girl Syndrome。怕有些人不知道 Lucky Girl Syndrome 是什么，这里先帮大家前庭提要一下。 Lucky Girl Syndrome 是每天告诉自己相信自己是最幸运的人，而每件事呢就会进行得很顺利，就像用咒语催眠自己一样。所以歌词里有一句全部都会实现，每天念咒语。现在频道终于可以盈利了，不过介绍音乐的话呢，那些音乐都有版权，所以影片是无法盈利的。目前正全职在做这系列，所以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或是觉得我影片不错的话，干爹干妈的任何超级感谢或是 donate 都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哦，我会开心一整天的，感谢你们。这首歌用的是 disco funk 的风格，那什么是迪斯科放克呢？就是 disco 再加上 funk 的元素。我们先来听一下 Dua Lipa 的 Levitating。Disco 的鼓打法会像这样，蹦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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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它最有特色的地方。我们再来听一下 Lucky Girl Syndrome。有听到那个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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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，这个是比较有 funk 味道的弹法，有感受到那个律动吗？ You want to sing?在这首歌里面，很多结尾的地方有用到 J-pop 元素的和弦进行，像是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这系列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出去，也别忘记 follow 我。